各位城寨嘅观众，大家好！又到星期三、星期三广场嘅时间啦。咁啊，琴日咧就喺呢个多伦多飞翻嚟，咁喺多伦多就诶喺、呃、诶 Milliken 同埋 Loftwood 嘅社区中心咧，就做咗两场嘅网聚。咁出席嘅朋友咧都好踊跃啦，亦都大家讨论咗好多。诶、呃，希望喺海外可以做到嘅嘢，咁陆陆续续咧都会同大家公布啦。如果而家联络紧嘅啦，已经。 包括係一啲嘅電影嘅放映活動啊，咁樣咁希望就可以多啲誒聯繫海外嘅香港人。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廣場咧就同呢個禮拜一所講嘅三筆管裏邊啊，講呢個 Big Data 嘅數據戰咧就係、是、延續。咁我喺星期二嘅奪命撈松同阿曹總嘅節目裏邊，大家唔好就係掛住聽呢個武大郎同潘金蓮，咁啊聽一下啲重要嘅消息。 咁咧我就話咧係會咧一年啊，去到十二月底啊，每個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會講一啲嘅宏觀嘅即系世界嘅局勢，咁必然同中共有關嘅啦。咁因為咧，如果世界大局同香港中共有關嘅，大家可能會特別關心啦。咁樣咁如果一般嘅 general 嘅 topic 咧，咁大家睇新聞咧都睇到噶啦。咁但係而家呢類題目咧，就喺香港嘅傳媒裏邊咧，就都好難啊！ 系同大家能夠有一個嘅所謂客觀嘅分析出現嘅，因為呢就變咗誒所謂煽動誒呢、呃這個、呃、仇視中央人民政府咁啊唔得噶啦咁樣，咁所以呢就海外嘅我哋能夠暢暢所欲言嘅呢，就希望發揮到一個即係、就是、填補呢個傳媒啊輿論空隙嘅角色。 咁呢個第一集我哋講完數據戰之後咧，呢、這個都係同香港有關嘅，因為我當時就預計到二零二二年之後呢，新政府呢就會推動一系列嘅控制呢個數據啊。咁包括除咗強制安心出行同埋港版健康碼呢之外呢，誒、呃、實名制已經推動啦，咁就取消太空卡啦，呢啲全部係一套嘅計劃嚟噶，我覺得唔係偶發嘅。 咁咪成個整體裏面咧，就係將香港人嘅大數據咧，就牢牢控制喺中共手中。咁香港政府亦都會將呢啲數據送中嘅。其實，咁數據戰之後咧，今集我哋講咩題目呢？咁、这、呢個就亦都係咧，同二零二二年嘅走勢有關啦。就係、是、一個全球嘅獨裁網絡嘅形成。咁就唔係講緊呢個西方嘅民主社會，亦都唔係美中冷戰。嗱，呢個唔係我哋過去蘇聯。苏联 同美國冷戰時代所謂 Cold War 嘅一個誒、呃那个形態嚟嘅，咁呢個形態嘅身喺邊度呢？同埋佢有啲咩技巧，同埋點樣對付呢？咁樣咁香港點解會由二零一九年嘅反送中發展到咁嘅地步呢？而往後二零二二年展望，咁點樣可以從一個世界大局國際關係嘅形勢裏邊去展望香港嘅二零二二呢？咁樣咁就同今集有關啦。 咁結尾就展望就留翻最後尾嗰陣時先講。咁開頭咧就講呢個嘅誒進入呢個題目之前咧，咁大家會留意到咧，最近啊喺呢個嘅國家憲法日，咁咧就呢個夏寶龍啊就發表咗呢個嘅講話喺北京裏面。咁呢個講話裏面咧就提到咧就係、是、啊、呃、香港過去啊、呃、盲目追求西方式嘅民主，咁實際上帶俾香港社會咧並唔係真正嘅民主。 而係社會分化、惡鬥，導致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治失效三失嘅危機。而香港黑暴帶嚟嘅慘狀歷歷在目，係我哋心中之痛。香港居民並沒有真正享受到民主，咁就徹底否定咗過去英治一路到呢個二零一九年之前香港咁多年行之有效嘅一個所謂相對公平、公開、普及而平等嘅選舉制度，就話而家呢一套。 先至係真正嘅民主咁樣，咁所以呢，佢一定要千方百計去推高呢個投票率嗱。林鄭就出嚟做期望管理，始終都係政務官出身，知道呢，越係逼香港人投票呢，就越反彈越犀利嘅。呢、這個喺文條裏面已經睇到噶啦，喺阿鐘庭耀同中建華嘅文條裏面，經過呢個白雲六啦，經過鄧炳強啦、李家超嘅慢罵之後呢，咁事實上呢，就表示會出嚟投票嘅人係更加少。 咁實際上三成幾就已經少噶啦，實際因為 show up 嘅咧呢個出嚟投票，本來就係我哋叫做喺民條裏面啊，社會科學嘅問卷調查裏面，就一個 social so desirable answer，即係話問你你贊唔贊成呢、這個清潔運動咁，你就想話贊成噶嘛，冇話贊成抌垃圾噶嘛，咁我哋咁多年都接受咗投票係一個公民嘅責任，咁而家咧就你話唔投咧，其實咧呢個已經係相當多啦，六成幾人話唔投，咁而。 呢個咪三成幾人話誒會出嚟投啊，其實咁啊，一定唔出嚟投嘅都係三成幾咁，所以咧呢個嘅情況咧就會令到實際投票率可能得兩成幾咁。但係正正就因為佢要咩咧，將香港作為一個槍廚，就係、是、顯示出西方民主喺香港失敗嗱，所以我就話點解佢哋會將成個選舉嘅高度托到咁高呢？你問我一場咁嘅垃圾會選舉，九十個議席就佢控制晒得。 誒二十個 percent 係直選產生嘅啫，係咪？其他全部都係佢控制晒噶啦，坐定粒六噶啦。咁點解佢要打羅打鼓？又水新水身汗走嚟走去，又廉政公主，又一萬警察咁樣搞一場咁樣嘅呢、這個嘅即係誒煮飯仔啊！我哋叫做煮飯仔或者 cosplay 嘅遊戲咧咁嗱。大家如果我哋香港人喺裏邊睇咧，就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唔明佢點解。但係如果夏寶龍呢一翻嘅説話，你要扣連翻。 喺十二月四號所發表嘅呢、這個嘅《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國務院嘅發表呢個白皮書，兩者扣緊嚟睇啦。咁你就開始慢慢見到個端倪啦。嗱，夏寶龍呢啲咁嘅黨八股，我哋成日都唔睇嘅。其實我哋香港人誒覺得講嚟講去都係三幅皮，係人都知道呢。今次嘅選舉是一個淹割咗嘅選舉㗎啦，係咪？咩西方民主咩誒冇真正嘅民主又三失社會分化、社會失序、經濟失衡、管治失效。 四室添，咁啊，我哋都听唔入脑。但系咧，佢嗰套论述啊，呢个讲紧一个整个 discourse 啊，就系咧同国务院嘅白皮书有关，而最尾亦都系同头先我哋今日嘅题目所讲啦，一个叫做恶棍联盟网络呢间叫做恶棍公司啊，成个抗西方、抗民主嘅个支旗嚟嘅其实。咁所以我话香港选举点解喺佢哋眼中会摆到咁嘅高度呢？咁样咁。 中国白皮书讲咩嘅咧？咁当然大家知道又系废话啦，就系、是、西方民主就系失序啦，美国嘅民主系衰退啦，诶带嚟嘅系管治不效诶、呃、失效啦、混乱啦。你睇疫症睇下死几多人咁样，佢就成日攞疫症嚟去证明西方管治失效。咁究竟如果系咁嘅话，我就甚至怀疑边个播读添啦，系咪？如果呢一场系意识形态战嘅开始嗰阵时，咁所以咧呢、这个嘅。 成個中國民主白皮書就係話，嗱，我哋從投票率，你睇下我哋幾高，係嘛？從人民滿意程度，你睇下我哋對中國共產黨嘅政府滿意度高過你呢個美國聯邦政府多多聲啦，咁樣。同呢個獲得感、參與感、幸福感，中國人民都相當滿意。所以佢咧最後尾咧個結論就係話咧，民主白皮書就話咩叫做真正民主啊？誒、哎，民主係多元嘅，有唔同嘅路嘅，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形式嘅民主，就唔係只有單一嘅。 所以你哋講咧就係用呢個標準咧就錯嘅，啊！其他國家行出自己嘅民主嘅路就唔到你哋喺度攣攣喺度干涉咁樣，咁呢個所謂嘅鏈條式全鏈條式民主，我唔知點解會用呢個咁嘅 term 㗎，其實好似廣東話講出嚟就係好似一個粗口咁樣，如果用台山話講就絕對係粗口添。呢、這個全鏈條式嘅民主咧就係咧誒中國獨創啦咁樣。 嗱，聽落去又係廢話，當然。但係點解有啲行為咧？越係廢話，你諗你諗下點解佢要咁做？呢、這個先至係最關鍵。成個香港十二月十九號嘅選舉，到中國十二月四號發表嘅呢、這個香中國的民主白皮書，都係一道喺意識形態、喺民主論述層面主動出擊，唔係防守性啦。以往西方批評中國冇人權、中國冇民主、冇自由。 就係防守性，就係話中國內政不容別國侵犯，咁啊講完噶啦。李肇星嗰個年代係嘛，沈國放個年代都係咁啊。而家唔係啦，而家就主動出擊啦，就係、是、話美國正在衰落，美國嘅民主係一個錯誤混亂嘅示範，而美國呢種民主嘅形式唔單止搞亂全世界，亦都搞亂佢自己。咁所以點解佢會不斷去擴大 Black Lives Matters 啦，不斷去將 Donald Trump 诶，败选之后，国会山庄嘅骚乱将佢扩大啦。嗱，呢个就全部都系佢大外孙啦，有好多佢嘅鬼阿坑同埋手指毛喺里边嘅我啊，所以我就一定要小心就系咁啊。当时，逢亲系美国呢啲嘅种族议题啊，加拿大好，英国好，一发动呢啲所谓反华裔、反亚裔歧视，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呢个系佢大外孙嘅一部分。就就是、系我成个讲啦，佢成个论述系咩呢？西方正在衰落。 我哋中共所代表嘅呢桶呢套嘅人民民主嘅模式，就系、是、人类未来社会值得大家参考跟随嘅价值观，就系、是、咁 position 自己啦。因为你如果系一个冷战嘅阵营对峙呢，你冇可能纯粹系 defensive 出嚟讲，即系人哋话你正扑街，你点回应啊？你话我唔系扑街啊咁，最多就系咁咁咪 defensive 咯。但系如果正面出击嘅系点呢？人哋话你扑街嗰阵时，你直系话你调翻转，你话我。 呢個你先至係最撲街啊！你睇下你自己啲黑人，你睇下你哋嗰啲黑人住嘅地方啲樓價跌成點？你哋自己嘅種族歧視係嘛？你睇下你加拿大嗰啲原住民嗰啲細路仔幾多人埋喺呢個地下亂撞崗唔知道？咁當然嗰啲白人左交就會跌咗落去中共呢一個嘅變咗佢哋嘅應聲蟲啦，就係討厭自己嘅國家、討厭自己嘅民族啦。咁所以咧，呢、这個就係一個嘅，我覺得佢成個論述話語權嘅一個進取型。 咁我自己喺一集嘅《三不馆》我都講過，就係、是、講呢個克里姆林公嘅灰衣主教。我記得大約大半年前到啦。講蘇爾科夫呢個人，咁我就話呢佢係一個讀 Derrida，即系讀法國嘅解構哲學家嘅學生嚟嘅。其實你諗都諗唔到，讀戲劇出身嘅喺莫斯科戲劇學院，但系就係普京嘅 spin doctor。咁因為我自己過去嘅工作嘅性質呢，喺政府裏邊嘅工作。 多多少少都要接觸到呢啲嘅，即、就、係、是、political spinning 嘅呢啲嘅至專門嘅知識。咁所以咧，就我對呢啲人嘅著作啊，佢哋嘅誒寫嘅嘢咧，都好留意。咁就喺英國嗰個年代咧，即、就、係、是、spin doctor 最流行嘅年代就 Campbell,、呃，就係呢個 Alistair Campbell。誒呢個誒走上嘅白宮嘅呢、這個誒誒、呃、communication 誒、呃、呢、這個誒 expertise。呃 Expert ise, 管呢、这個誒同、呃、記者關係嘅，咁誒仲有 Peter Mendelson 就係呢、这個誒、呃、Tony Blair 嘅年代嘅呢個 Spin Doctor，咁就喺呢個 Campbell 同埋 Mendelson 之後咧，咁就英國咧都累慢慢慢慢公眾反感啊對呢類人，咁就反而最異軍突起嘅咧就係、是、嚟自呢個俄羅斯普京，曾經出任過第一副總理嘅呢個蘇爾科夫啦。咁佢嘅理論嘅基礎咩咧？就係、是、佢覺得呢一種。 我哋叫做 postmodernism，即系喺文学上嘅后现代主义理论啊，就系、是、呢个世界冇真相嘅，只有相对嘅真相。咁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个 discourse，你点样论述嗰个真相？即系话究竟咩叫民主？系冇一个定义，冇一个本质嘅。即系譬如呢只杯，点样为之一只杯？系冇一个定义同埋本质嘅。咁你话哦，呢只杯系用陶瓷又得，用金属又得，系咪有耳仔就系杯咧？有啲杯系冇耳仔嘅。 系咪一定要圓形咧？有啲杯系六角形嘅。咁你點樣描述一個杯嘅嗰個嘅定義咧？咁樣定義一隻杯咧？咁咁你話佢係咪要裝水裝茶先至係杯咧？咁佢可以又可以裝湯嘅。咁於是咧就一個論述啦，即系話你只有 communication 嘅 tools 掌握喺你手上，即係嗰啲傳播嘅大眾傳播信息嘅工具係重要過個信息本身。 因為個工具已經篤推咗你嗰個受眾裏邊接受咗你嘅講法，咁而呢套講法就任你噏嘅，呢、这個就係蘇爾科夫嘅理論啦，就係、是、源於呢個所謂嘅後現代主義戲劇理論，即係佢係一個戲劇讀戲劇噶嘛。咁於是將呢套嘢咧就去包裝普京啦。當時普京當時面對嘅就係做咗啱啱上場第一任之後咧，就要永續執政佢，咁同梅德韦杰夫組織呢個二人轉啊，即係輪流一個做總理一個做總統咁樣。 咁就要長期永續執政，就諗咗呢條橋。所以就係習近平係學普京嘅，普京嘅而後面嘅老師就係蘇爾科夫。咁佢哋嘅呢種嘅諗法裏面就要諗到點樣復興俄羅斯偉大民族復興呢個論述啦。所以今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包括土耳其埃爾多安嘅呢個鄂圖曼帝國、土耳其嘅偉大民族復興，全部都係抄呢個普京啊。普京先至係呢個惡棍聯盟裏邊嘅意識形態導師嚟嘅，而家後面。 策动嗰、就是、个人就系呢个苏尔科夫，咁呢个克里姆林宫嘅灰衣主教呢，就除咗佢去去帮阿普京写 speech 之外呢，佢仲主动去成立一啲组织嘅，就系、是、去宣扬佢呢套嘅理论，同埋呢去物色培育好多喺社交媒体里边嘅 KOL。嗱、这、呢个就好早期嘅投资，最终大展所长系咩呢？系克里米亚战争喺并吞呢个乌克兰东部。 頓巴斯地區嘅克里米亞呢場戰役裏邊咧，蘇爾科夫就係盡顯佢嘅作為呢個克里姆林宮灰衣主教、權謀家嘅嗰種厲害啦。不戰而屈人之兵，成場吞聘克里米亞係冇經歷過宣戰，國際制裁完全冇效，亦都揾唔到一個 handle 去對付呢個俄羅斯吞聘呢個克里米亞呢件事，而制裁最終亦都發揮唔到作用。呢、這個就係所謂嘅 Toto War」啦。 唔系军事为先，我记得喺多伦多有位听众问我点样睇呢个台海战役，我就话你哋仲系假设紧一个旧嘅 scenario，呢个 scenario 就系解放军两栖登陆，然后空袭，空军支援下进行两栖登陆，我话绝对唔会发生呢样嘢，佢会系一个克里米亚式嘅战争，即系话冇 declare war 嘅，冇宣战，台湾出现内乱，所以我话如果台湾喺国家安全问题里边好似仍然今日咁样掉以轻心嘅话呢 呢個吞併計劃已經執行當中，我覺得，甚至派咗入去進行滲透台灣嘅企業、軍隊、軍公教、政黨等等，已經滲透咗噶啦，我覺得已經。等於佢哋喺烏克蘭東部點樣製造親俄勢力嘅 KOL 同烏克蘭 KOL 之間嘅衝突，製造分化，然後內亂，然後用俄羅斯特總部隊扮成。 乌克兰亲俄民兵进入乌克兰东部，所以点解有马航被呢个三毛举导弹击落嘅事件呢？其实嗰啲唔系民兵嚟嘅，我怀疑甚至系俄罗斯嘅特种部队嚟嘅，嗰啲击落马航客机嗰啲，同今日白罗斯发生嘅事系好相似。嗱，一阵间我哋再讲呢个卢卡申科，但系我就讲翻呢、这个，慢慢去追溯翻苏尔科夫系咩呢？就系、是、中共而家施成嘅呢，就系呢一套嘅。 成個戰略啊，我覺得面對西方唔係話吳京啊、咩戰狼啊，我覺得絕對唔係嗰啲就係表面花生嘢嚟。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是、第一佢要建立一套關於反西方、反民主嘅論述。呢、这個唔係唯獨是中國啊，係包括中共、包括俄羅斯、包括委內瑞拉、包括古巴、包括北韓、包括白羅斯、包括呢個嘅土耳其等等，仲有大量嘅非洲國家，誒呢啲嘅誒津巴布韦啊等等。 全部都系佢啲老友嚟噶，呢啲獨裁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啊等等，咁咧就係呢套嘅所謂一個惡棍聯盟裏邊啊，嗱佢唔係背上一個意識形態，我講呢種論述同冷戰時代蘇聯嘅意識形態嘅陣營係好唔同，呢、這個唔係一個 block 嚟嘅，華沙集團國就係一個 block 嚟嘅冷戰裏邊，就係、是、佢有一種叫做經濟模式，我哋唔行資本主義，我哋行社會主義，即係話國營企業為主。 由國家控制呢個生產，用一個所謂計劃經濟、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咁樣去達成呢個工業化嘅目的，然後超越西方。嗱，呢個就係一套唔係一套意識形態咁簡單。佢除咗有呢個共產主義嘅經濟發展理論、剝削理論啊、階級理論之外咧，亦都有指導佢哋執行公共政策同埋資源分配嘅呢、这個呢、这個作用喺度嘅。 咁但系今时今日用呢套咁样嘅蘇式計劃經濟嘅咧，已經不存在。我覺得包括北韓本身亦都唔係，中共更加唔係。中共係極端嘅資本主義模式。咁所以咧，佢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光領。嗱，我就話而家我哋講緊嘅要將同舊冷戰時代做一個區分，你先至明白到。即係我就係話點解喺散居世界各地嘅香港人咁重要。 因为呢个正正唔系一个意识形态，如果系我哋香港人唔擅长于喺意识形态里边嘅论述嘅，因为我哋由小中学小学，好多个教育殖民地教育里边都唔会培养我哋呢种咁嘅对政治嘅想象力啊，对社会未来嘅 s o c i a l imagination 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反而就有啲好实务嘅实用嘅知识，培育啲香港人咧做一个专业人士嘅精英咁样。咁论述呢样嘢，大家就好似当佛偈嘅，我哋唔重视嘅。我以前喺。 政府工作，聽曾監權講得最多嘅就係佢對於呢啲咁嘅抽象理論咧，佢冇興趣嘅。佢成日都話嗰啲係佛偈嚟嘅。咁但係正正中共咧就係最中意咧，就係射人先射馬，得頂冇吸咗落去你嗰度先，話你顏色革命，誒、呃、呢、這個反華、反中，咁然後就勾結外國勢力咁樣，咁然後先至將你人格謀殺嘅嘛。咁於是咧呢一套嘅論述本身咧，就要咧又用一套誒。呃 叫做所謂嘅，首先要立足於一個所謂多元主義或者文化相對主義啦。好多人問我點解對左膠嘅批判越嚟越犀利，就係話因為其中我頭先講，無論係誒後現代主義嘅文學理論，或者係頭先所講嘅文化相對主義，其實都係籠統地嚟講，就係西方喺學院裏邊嘅呢個文化批判嘅嗰啲內涵嚟嘅。 两者之间嘅联系，喂，你问中共、苏共点解同呢啲嘢有关啦？咪就系苏尔科夫咯，嗰、那个联系。我唔系话呢啲学者系错或者系即系勾结共产党，唔系咁讲，而话佢哋嘅理论被呢啲嘅政客借用咗嚟作为佢哋嘅一套嘅去西方抗衡嘅一个论述嘅基础，一个理论嘅基础。好啦，中共就 buy 咗呢一套嘅，我觉得系好明显 buy 咗呢一套，而普京亦都系。咁于是呢。 就首先就成立咗一個叫做惡棍陣營裏邊嘅 mission statement 啦。任何嘅公司嗱，我哋理解呢個冷戰，我就話唔係一個 b l o c k 唔係華約集團、華沙公約對北約、北約集團唔係咁。資本主義陣營對計劃經濟嘅共產陣營亦都唔係咁。勞布經濟對呢個美元經濟亦都唔係咁。佢哋冇意識形態，但係佢哋有一套嘅論述，包括西方民主正在失敗，美國係最邪惡。 美国嘅民主系冇效率嘅、衰退嘅、制造贫富悬殊同埋种族矛盾嘅。啊，OK，到呢度明白啦，就系、是、一种嘅以污蔑西方民主，认为民主正在衰退作为前设嘅啫。佢嘅 mission statement 啊，佢唔系讲紧佢想象嘅未来系点，想象未来好抽象人民有幸福乜乜乜咁就得噶啦，咁废话嚟嘅。但系佢真正就系一种反西方嘅一种嘅一支旗喺度。 好啦，呢、这个反西方嘅旗，佢可以做到咩目的呢？佢就可以即系等于我头先一开始高下保龙嗰段说话啦，就系、是、盲目追求西方式嘅民主，结果带嚟香港就系、是、社会分化、社会秩序、社会失序、经济失衡、管治失效，系咁啊嘛。佢将成个佢哋自己管治香港所导致到嘅危机、政治冲突，归咎于西方嘅民主制度。嗱，呢个就系所谓第一个搬龙门啦。 第一个搬龙门啦，咁然后我而家拨乱反正，就用一一套咁嘅新嘅完善选举嘅中式民主俾香港人食，更加好味，系嘛？唔会作为呢个劣质对骂，你睇李家超咪咁讲，系嘛？就呢啲系鹦鹉学舌啦，后边有个剧本喺度嘅，我觉得，而佢哋嘅智商基本上系讲同唔讲，佢哋都唔识嘅判断嘅，所以一定系有个剧本，有个导演叫佢哋讲呢个剧本同导演就系用香港嘅拨乱反正。 嚟去足證呢個頭先我所講，西方民主正在衰退，而呢套嘅中式民主在香港實施，將會香港由亂入治嘅開始啦。作為一個向世界示範單位，所以點解 WSJ 去批評呢個選舉 <coughs> 報導？有人呼籲投白票，曾國維即刻去信話要追究呢個華爾街日報呢亦都係有解釋噶啦，就因為正正係國家級意識形態戰嘅高度啊嘛，香港選舉。 所以咪周圍開拖咯，要如果唔係，大家梗係悶聲發大財，唔出聲，咪等佢投票咁樣。越出聲啲人越唔投票噶嘛，因為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咁樣嘅惡棍集團裏面咧，而家就已經形成咗一套共識啦，就係、是、以攻擊美國民主衰退作為咧佢哋嘅意識形態光領。咁好啦，跟住落嚟，佢哋點樣形成一個所謂嘅互助、互相幫助嘅一個？ 咁樣嘅類似公司、子公司同子公司嘅關係呢，咁樣一個、呃、公司嘅利益關係網嚟嘅，我覺得佢哋唔係由意識形態去走埋一齊。舊冷戰時代嘅華約集團同埋蘇聯集團國係意識形態走埋一齊嘅，但係而家呢，佢哋係冇一個共同嘅意識形態光領。譬如有一啲好似北韓又係一個比較接近計劃經濟嘅中國就。 自由经济嘅成分多啲嘅，诶、呃、呢、这个嘅古巴就系计划经济嘅，伊朗就系混合模式嘅，土耳其就系自由资本主,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嚟嘅，基本上系，咁所以咧就冇所谓一个统一嘅意识形态，咁但系佢哋个乌拜咩咧？佢哋走埋一齐咩咧？系拜雕，系大家嘅利益，用一啲嘅合作，系一啲项目上边嘅合作，譬如咩咧？头先所讲啦，因为佢要捉正成个西方。 嘅民主系一个失序、失效、制造混乱、带嚟贫富分化同埋种族歧视嘅制度嘛，咁所以国际社会里边呢，亦都呢套以西方民主所谓人权啊干涉主义为出发点嘅咧，都系错嘅。佢哋嘅讲法系，于是佢就要反制，而反制呢，就要有啲措施啦，包括第一个最重要嘅工作系如何对付西方嘅制裁。嗱，以往 呢啲獨裁者佢點解會冧當咧？點解會讓步咧？向人民就係、是、當人民上街，譬如東德咁樣上街。好啦，嗰、那個東德嘅 DDR 執政黨嘅呢個領袖韓昂納克敢唔敢開槍咧？唔敢。嗱，如果今日就唔會發生噶啦，柏林圍牆倒下呢件事絕對唔會發生。如果係呢個白羅斯就已經係由呢個嘅誒、呃、t i s k a n s t y s k a n s k y a 係啦，由呢個反對派嘅女士。 就做咗白罗斯嘅总统噶啦，已经系系咪？如果系九零年啊，白罗斯嘅事件发生喺九零年嘅话呢即系二零二零年嗰场选举啊，诶、這、呢个卢卡申科造假呢样嘢系发生喺诶一九九零年嘅话呢实际上卢卡申科已经立即倒台。咁但系点解而家唔会倒台呢？咁样我就话呢、這个以反西方，以呢、這个将美国民主攻击到体无完肤。 同埋呢個由西方民主國家人權、民主自由呢套核心價值所希望去推動嘅國際合作組織，全面將佢解構、瓦解啊！咁所以你見到啦，喺呢個嘅幾個國家裏面，咧，譬如委內瑞拉，由呢個查維斯到呢個而家嘅馬杜羅，亦都出現過反對派個議長嗰、那個好靚仔嗰個咧。 啊，咁、嗯、咧就係、是、呢、這個誒、呃、準備上台啊，結果就而家搞下、啊、搞下、啊、就無聲無息啦。反對派裏邊分裂，咁、嗯、啊，本來西方嘅社會國家英國都準備承認呢個反對派領袖嘅，咁、嗯、但係結果馬杜羅就繼續執政啦。而家呢個獨裁者，仲有呢個敍利亞總統阿薩特啦，誒、呃，仲有呢、這個嘅誒、呃、白羅斯嘅盧卡申科啦，土耳其嘅埃爾多安啦，就走埋一齊咧，就形成一個叫做咩咧，就係、是、對付國際社會制裁。 嗱，以往呢啲獨裁者，我頭先講啦，人民上街，如果佢一鎮壓，鎮壓嘅話就會引嚟國際社會嘅制裁。譬如一九八九年嘅天安門鎮壓，咪就係、是、西方誒歐盟、歐洲國家同埋呢個美國嘅制裁、武器禁運啊咁樣咯。好啦，而家呢個我盧委內瑞拉亦都係啦，就英國就沒收咗佢啲誒央行嘅十億美金嘅資產添。咁誒美國就全面制裁同委內瑞拉做生意嘅，包括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 都受到呢個嘅美國財政部嘅制裁，伊朗更加係啦，長期俾美國制裁啦，唔准佢石唔准買佢石油啦，委內瑞拉亦都係啦，咁咧就誒緬甸亦都係啦，緬甸嘅軍頭嗱，但係如果你而家經歷過委內瑞拉同白羅斯所發生嘅嘢之後，你作為一個獨裁者，你切身處地去諗啦。如果聽日面對人民上街嗰陣時， 我可以點做呢？我絕對唔會下台，我會請咩？我會請普京派專家嚟幫我，或者請中共派專家嚟幫我，咁就搞掂啦。香港二零一九年其實就係二零二零年中共嘅系統嚟香港指揮，點樣去鎮壓香港？呢、這個就係同白俄斯同委內瑞拉嘅情況係相當之接近，不是來自香港嘅內部。香港內部反而就似咩呢？ 就係二零一九年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呢段時間，呢、这個空窗期只有大約五個月，由香港系統去指揮。結果最終蒙面法一立之後，就由中共直接嚟指揮啦。呢、这個情況我就話似白俄斯啊！喺二零二零年呢、这個誒 t a k a n s n o s k y 佢哋上台，即、就、係、是、因為白俄斯嘅反對派，實際上佢老公本來先至係個反對派領袖嚟噶嘛。 咁但系因为咧就被 DQ 咗，冇得参选拉埋啊嘛，咁所以就个太太代夫出征啊嘛，咁结果咧就其他反对派都系啊嘛，咁就结果全部都系女士，反而咧一个冇政治力，连点解冇 DQ 佢咧？当时卢卡申科就系、是、因为呢位呢、這个人妻嚟嘅啫嘛，又冇从政经验，就睇佢唔起啊！疫情根本系咪出嚟做小丑，等佢陪下跑咯？证明呢个白罗斯嘅选举都系五光十色，唔搞清一色咁咯，即、就、系、是、当咗佢系逢检机啊！其实。 咁但系点知咧？成个选举咧出现咗一个戏剧性嘅变化，就系咩咧？就系、是、ordinary people 一个白罗斯嘅普通市民被动员起上嚟，因为女性特别系女性嘅选民被动员起上嚟。而里边最重要系咩咧？就系话佢系一场角力嚟嘅，呢场角力唔系 CIA 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嘅后边，而一个科技、社交媒体、资讯科技作为一个解放嘅力量，系面对紧一个专制政权。 呢種嘅角力喺白俄斯嘅反對運動裏邊咧，就算而家逃離咗去誒尤、呃、明斯克走咗去呢個立陶宛嘅呢個反對派嘅陣營嘅人咧，後生仔嚟嘅好多係係 blogger 嚟嘅，係拍片啊，同香港好相似嘅其實，所以點解香港嘅抗爭運動喺全世界嗰、那個即係、就是、受到接受嘅程度係咁高咧？就因為有個同質性喺度嘅，其實都係。 以呢個嘅誒，譬如 Signal Group 啊、Telegram 嘅 group 啊，誒冇大台啊，誒一種嘅自發性啊，同埋社交媒體嘅宣傳啊，一啲嘅誒感性嘅動員啊等等，呢啲嘅元素，咁呢個就唔係所謂嘅美國靠 NGO 喺呢、這個嘅誒誒誒烏克烏克蘭啊，二零一四年嘅顏色革命唔係嗰場嘢嚟嘅，我覺得，而係成個資訊科技帶嚟嘅一個民主。 嘅攻势对全世界，而普京、埃尔多安、习近平、马杜罗同埋卢卡申科代表嘅就系一种嘅独裁势力对呢个解放力量嘅反击嘅反击，甚至系用翻一套嘅资讯科技嘅力量去镇压、去反击呢一个解放运动。咁你先至会明白到点解呢种嘅形式同以往嘅民主运动好唔同 咁而呢個喺白羅斯裏面發生嘅事呢，實際上一初期同香港好相似。我去慢慢去睇翻盧卡申科過去嘅情況，喺白羅斯嘅情況嗰陣時，就係佢當初掙咗，唔知點樣對付，唔知唔知點樣應付啊，唔唔知點樣應付呢個嘅反對派。結果事情出現咗轉機係幾時呢？就喺、是、呢個嘅，本來啊喺嗰個嘅二零二零年喺。 八月九號就係、是、呢個選舉之後，八八月九號就爆發呢個嘅大規模嘅上街示威。喺選舉之後，因為盧卡申科話佢自己攞咗八成嘅選票，群眾相當之不滿，質疑呢個選舉結果。即、就、係、是、大約一千万人口裏邊咧，白俄斯有誒十分一人上街啊！其實好似香港。咁十月八號，一個飛機由莫斯科飛去呢個誒明斯克，白俄斯嘅首都。 降落，然后就系 FSB Russia Security Service 嘅人，呢架飞机全部都系专家嚟嘅落嚟，然后直接去卢卡申科嘅办公室。首先做咗几样嘢，我都话你如果了解过白罗斯嘅情况，你就会了解到香港究竟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悲剧嘅结局。首先就系媒接管媒体，苏联嘅 FSB 分析。 帮卢卡申科分析就系话白罗斯里边嘅官方建制派会分裂，而分裂里边呢国营电视台系一个重灾区，于是由苏联嘅人员接管咗。呢、這个同香港电台嘅情况系极之相似，即系官媒嘅分裂，即系由亲政府有变成反政府嘅危机。第二步系咩呢？就系唔好拖镇压。鎮壓 嗱，當時咧就係盧家新科係新咗嗰陣時咧，就係因為始終佢面對咁大規模群羣眾上街，過百萬嘅，即、就、係、是、十分一人口嘅，即係即係全國各地嘅群眾起義啦，你都開槍都搞唔掂啊嘛，其曬，咁點處理咧？咁樣誒，同、呃、反對派談判，同邊個談判咧？咁樣，如果談判嘅條件係落台流亡嘅話，好似烏克蘭嗰陣時咁樣，即、就、係、是、Winter on Fire、Winter Fire 嗰陣時嗰套紀錄片裏邊所睇到嘅情況，即係漏嘢坐直升機走咁。 系咪咁呢？咁咁於是呢，普京就教佢唔使惊。第一、第二，唔需要大規模拘捕，只有重點清除、拘捕、暗殺、流亡、torture、酷刑，就係咁嘅。獨裁者啲手段其實都係相似嘅。普京嘅話，你大規模 arrest 呢個打擊面太大。但係當你咁樣去重點清除嘅話呢。 咁咧就會有一個所謂震攝嘅拘捕作用啦。咁呢個就係第二步啦，喺呢、这個。於是喺當時嚟講就係、是、呢個嘅反對派嘅領袖啊，呢位女士啊，呢、这個 t i k i a n o Skaya 就係流亡去呢個立陶宛啦，出走啦。咁而好多佢嘅追隨者亦都有部分去咗波蘭啦，有部分就去咗立陶宛嘅首都啦，就係、是、繼續咧去呢個嘅同盧卡申科嘅抗爭。咁

结果喺基辅公园里边，咪有反对派嘅人吊颈死咯。呢、这个就系重点清除嘅方法啦。然后控制翻自己嘅媒体，由俄罗斯嘅专家去控制住媒体，将成个反对运动抹黑成为勾结外国势力。呢、这个喺白俄罗斯一模一样同香港。你以为净系香港系咁，由官媒去将成个。 对反对运动嘅定性全面扭转过嚟，然后跟住除咗用国安部队去镇压，重点清除反对派人士，流亡嘅流亡，驱逐嘅驱逐，拉嘅拉，总共而家八百个政治犯喺监狱里面。白罗斯。然后跟住挑战西方，以前就系惊咩啊？屠杀人民之余，惊制裁嘛。 普京就话惊乜春啫？你睇我有冇事啊？系咪先？好啦，于是就再导演一场仲捞时啲嘅。你睇当时俄罗斯，我怀疑俄罗斯特种部队用三毛举导弹将马航客机击落之后，有冇事？我想问有有。结果一架 Ryanair 今年五月飞越呢个明斯克嗰阵时，佢唔目的地不是去呢个嘅白罗斯。 然后由军机呢个威逼下降落喺明斯克机场，然后上机拘捕呢个白罗斯嘅反对派嘅传媒记者。哇！国际哗然啦、啊，系咪？欧盟又话要制裁又、啊，又话剩啦，又话以后唔准呢啲白罗斯嘅飞机飞越呢个欧洲领空啦，搞一大轮。跟住白罗斯嘅贸易又受到制裁啦。咁普京话唔紧要緊，我帮你搞。 你啲煙仔要出口咩？我幫你搞，一樣可以照運去歐盟，係咪？用俄羅斯產品嘅名義運去歐盟。好啦，你要天然氣管道，我有，係咪？再唔係土耳其可以幫你。嗱，呢個就係我就話同過往好唔同啦。你個對象好似係一個嘅獨裁國家，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係一個有技術支援，係咪？有財政援助，即係話銀行。 根據你嘅信貸評級、個人信貸記錄差唔俾錢你，即係制裁你啦，唔借錢俾你，或者其他銀行因為誒美國要制裁你個國家，唔敢同你做生意，唔緊要，我幫你搞掂，用地下方式搞掂就得，地面又得，所以你就解釋咗點解中興同埋孟晚舟喺華為裏邊，佢一個咁大嘅公司，點解要幫北韓同伊朗做生意啦？呢、這個絕對就唔係因為啊孟晚舟喺呢個華為啊。 喺伊朗嘅貿易裏邊可以得到好大嘅利益，基本上係雞毛蒜皮。但係點解運 H P 去電腦咁緊要呢？呢、這個就係代表緊呢個所謂惡棍聯盟裏邊嘅一個所謂公司網絡嚟啦。呢、這個唔係政府啊，唔係淨係政府借錢俾你啊。當然，普京就兩筆貸款俾呢個盧卡申科啦。但大家知道白俄斯同呢個蘇俄羅斯原本係唔妥嘅兩個，而普京亦都好睇到呢個情況。 就系用喺呢个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俾卢卡申科，然后平吞白罗斯。嗱，呢个就同香港嘅情况系极之相似啦。而家系同卢卡申科讨论紧白罗斯点样融入俄罗斯。首先经济合作、货币合作。卢卡申科点样保住自己嘅阵营跌咗落去大耳窿嘅火坑呢？而家就唔知啦。 系嘛？前門拒虎喺佢嘅角度嚟講啊，拒住呢個嘅民主自由。後門進狼嚟咗一個更恐怖嘅普京。教完你保住你政權之後，要還嘅，要還嘅，係嘛？你天然氣我有，石油好簡單，委內瑞拉石油出唔到，受到制裁。我用俄羅斯石油公司國營石油公司呢間公司名義去買委內瑞拉嘅石油。 伊朗亦如是，中共亦都係，中俄根本就係呢啲惡棍陣營裏邊嘅財仔嘅老細。中俄即係話佢嘅目的就係要搞冧西方嘅制裁，你唔使驚，將呢個冇牙老虎剝咗佢。伊朗你被制裁唔使驚，我記得大約誒、呃、去伊朗旅行我八年前度啦，誒、呃、七八年前度啦，就喺呢、這個誒、呃、中部一個城市叫做阿茲德。 一个拜火教嘅城市，咁咧就撞到一个老人家，咁因为当时就嗰、那个城市里边好少游客嘅，因为美国制裁同埋咧就大家惊呢个俗邪恶帝国就拉拉嗰啲鬼佬嘛，所以就唔敢去。咁但系咧呢、这个老人家见到我咧就系、是、诶几个诶香港人嘅面孔啦，华人嘅面孔就好热情走上嚟，踩住个单车，咁咧就唔识讲英文嘅，但系佢将佢手身上边嘅嘢攞晒俾我睇。 包括一個小米嘅手機啦，一個英雄牌嘅墨水筆啦，誒佢嗰件誒、呃、長褸係唔知中國咩牌子啦，中文嘅，咁然後佢嘅單車係鳳凰牌嘅啦，咁咧就佢即係好感激我哋啊！即、就、係、是、我諗佢以為我哋係中國，即係即係大陸人啊，就係、是、話、就是、全靠呢個大陸嘅貿易，佢先至可以買到呢啲咁嘅嘢。佢嘅意思係咁樣。咁啊去到邊度咧？當地嘅伊朗人咧都捉住我哋影相嘅，其實。 对中国人嘅印象相当之好，因为就喺美国嘅制裁下边，就系、是、中国就系打破呢个国际禁运啦。委内瑞拉亦都如是，嗱呢呢个就系第一步，财政上令到佢哋国家唔好陷入经济崩溃。伊朗出石油嘅其实相当之丰富添，委内瑞拉亦都出石油，于是呢啲就系由包括喺非洲国家里边由中石化、中石油呢啲。 大陸嘅國企去幫佢哋啦，所以點解有何志平案啦？何志平係代表石油公司入去呢個咩噶嘛，去解決當時嘅呢個環境破壞人哋環境嘅問題噶嘛。咁呢種嘅所謂由一個獨裁國家下邊嘅公司去 provide service 啦，所以我話佢係一個公司網絡，係 rather than 几個獨裁家麥索里尼啊，加呢個嘅東條英機啊，再加呢個嘅。 誒阿希特拉啊、希姆萊啊、哥林啊，咁樣走埋一齊開會就唔係咁嘅，其實即係唔係呢？呢種就係太個形象化、舊 old school 嘅想象。真正嘅呢，就係下邊呢啲公司，包括俄女啦，包括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啦，俄女喺香港上市嘅其實。咁仲有呢個嘅俄羅斯石油公司啦，俄羅斯嘅系統主要就係喺咩呢？就係、是、能源工業、天然資源。到中國出嘅公司係咩呢？ 中國出嘅係咩咧？譬如一間叫做 c o w a l k 大家聽都未聽過雲從科技公司。雲從科技公司就係而家輸出去其他國家裏邊啊，一個最最犀利嘅 c o w a l k 啊，雲從科技就係人面識別系統。另外一間公司就係海康威視，就係俾美國制裁嘅啦。Hikvision 浙江嘅公司就係、是、做數碼監控鏡頭嘅誒 IP cam。咁另外。 就系咩咧？就系、是、呢、這个嘅诶、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即系 GPS 定位嘅。咁再有咩咧？当然最重要啦，华为啦，中国电信啦。嗱，呢扎就系属于啊中国输出噶啦。仲有就系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CEIEC，又系俾美国商务部制裁紧，因为喺委内瑞拉协助马杜罗去建立佢哋嘅数码监控。嗱，头先我讲过，如果你用卢卡申科做一个例子，或者马杜罗做一个例子咧。 过去佢哋好囤鸡嘅，死啦！国际制裁点算咧？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之后，跟住啲人咪再上街咯咁啊！你睇下而家昂山素基判咗四年，有冇反应？冇 <laughs> 啊嘛？点解？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就系、是、以美国为首过去嗰套国际安全秩序已经唔再有用，因为佢哋有大量嘅地下秩序可以，你咪诶。呃 呢個 Visa 信用卡唔批我信貸咯，我都唔使申請 Visa、Master 啦，呢啲係嘛國際級嘅公司嘅嘢。我後邊有財仔，我去揾財仔借咪得咯。我財仔借你，我而家冇錢唔緊要，財仔話你將個鋪同埋將層樓抵押俾我得㗎啦，我唔攞住嘅形式上嘅啫咁啊。咁當然仲有咩會攞啦？但係你咪即時有錢咯。好啦，跟住你啲貨賣唔到出嚟唔緊要，我幫你搞掂佢，我幫你運出去賣。好啦，我冇電腦喎，HP 電腦咁點啊？ 唔緊要，我喺香港成立間公司幫你去美國買電腦，呢、这個咪就係華為孟晚舟被捕嘅原因。於是就係成個呢啲嘅所謂惡棍陣營裏面嘅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再喺下一层組成一個龐大嘅支援網絡啦。呢、这個支援網絡就係為咗對付當呢啲獨裁者去執行佢哋鎮壓、反人權、反人道嘅行為嗰陣時所以引致嘅。 政治後果、國際嘅制裁後果，全部幫佢消除啊！一條龍服務，我唔單止幫你盧卡申科諗計，去點樣穩定局面，逼反對派出走，繼續執政。同時，我幫你收拾埋之後所帶嚟嘅政治代價。One stop solution，犀利咧！政治上啊，one stop solution 就係將蘇爾科夫嗰套嘢全部搬去白俄斯，跟住再搞事。除咗 Ryanair 之外。 而家咪就系征召阿富汗难民，呢、這个叙利亚难民发旅游 visa 俾佢明斯克，然后跟住再一车车车去边境拱去欧盟啊嘛，搞到你一头烟啊嘛，咪就系、是、咁咯。你制裁我嘛，我唔识搞你啊，系咪？你制裁我冇效噶，你以为我白罗斯经济会崩溃啊？唔紧要，我后边有呢个恶棍联盟嘅公司帮拖噶。 俄罗斯就借钱，中共就基建支援，因为白罗斯就系一带一路嘅重要盟友，系嘛？两支水喉射住，惊咩啊？好啦，跟住再点样解决反对派问题啊？呢、这个就系牵涉到苏联嘅专家、俄罗斯专家配合中国嘅科技公司啦。头先所讲嘅云从科技、海康威视呢啲呢，就系、是、全部都系帮马杜罗，即系委内瑞拉去建立呢个人民监控防火墙，诶、呃、，keyword search。 数码识别系统呢一套嘢，同时喺卢卡辛科，同埋喺呢个非洲嘅津巴布嘅大独裁者穆加贝，所以大家解释到点解呢个 Grace a 加 e 佢老婆会喺香港，Grace a 加 e 个女会喺城大读书啦，根本就系战略盟友，而喺澳洲嘅一个智库里边嘅一份报告书。 好清楚提到喺津巴布韦、这个、case studies 嚟嘅呢个係係點樣通过津巴布韦去建立一套嘅 digital 嘅数码独裁体制喺非洲。咁呢个报告就系叫做 Mapping c h i n a s Tech Giants，咁就係 ASPL 一个智库組織喺澳洲嘅一个研究报告嚟嘅。两年前就係、是、讲中国嘅 Tech Giants 如何协助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等等呢啲嘅鎮壓民主嘅獨裁國家去進行數碼監控，佢唔單止喺國內啊！你以為個 social credit system 同埋個人面識別系統咩？呢、呃這個呢、呃呃這個網格管控啊，呢、這個時空伴隨者啊，呢啲你以為淨係用喺中國大陸咩？你真係太睇小呢個習近平啦！所以我話佢係一個叫做咩呢？叫做

呢個數碼獨台體制就係中國模式嘅輸出全世界啦，包括智能嘅身份證啦，通過智能身份證去監控人民啦，人面識別系統啦，包括係呢個嘅網絡上邊嘅輿論監控啦。好啦，呢一套制度就係中國嘅強項，呢啲 tech giants 就唔係俄羅斯嘅強項，但係個餡呢、这個就係俄羅斯嘅強項啦，心戰，包括如何建立 KOL，如何建立 Twitter 鬼阿坑。 Facebook 假 account 等等，如何帶風向？如何通過美國去不斷去推動攻擊美國嘅種族制度、種族歧視？所以話 B L M 後邊係充滿住俄羅斯嘅手指模同中共嘅手指模，但係想唔到仲有咁多人堆落去，就係咁嘅原因。我唔係話 B L M 係中共生出嚟，而係當 B L M 生咗出嚟之後 b a c k Life Matters 即係所謂黑人種族歧視一路推波助澜喺後邊呢，就係蘇聯。 俄羅斯同中共喺後邊啦，推波助瀾。其他嗰啲緬甸嗰啲佢唔得閒，冇錢啊！啲國家窮 L 嚟嘅，你叫佢去搞美國佢唔得閒。但係佢就係由中共出手。你而家見到所謂嘅喺 Facebook 嘅報告，關於呢個瑞士生物學家呢、這個誒咩、呃、Wilson Edwards 呢個假假 a c 嘅事件嘅報告，你唔睇到咯。成套模式出咗嚟噶，一間四川嘅公司，然後再通過中國國企。 喺二十个国家里边落地嘅十名嘅 account，然后佢将假消息一路发布出去。呢套已经系形成一个系统。好啦，佢最重要系咩呢？佢可以用喺唔同嘅国家里边啊，嗰、那个、那个形式都系一样噶嘛。佢只不过转咗做委内瑞拉文或者转咗做白罗斯嘅文字啫嘛。如果佢用喺美国，咪变成英文咯，美式英文咯。但系嗰个 form 嗰套嘅系统系一样噶嘛。嗱，我就话系两套系统嚟嘅，一套。 就系监控，监控包括系咩呢？就系、是、人面识别、大数据、社会信用制度啊，呢啲嘅所谓嘅即时嘅信息嘅监监察，同埋 keywords 敏感字嘅搜查等等。呢套就系技术层面，中国完全掌握噶啦。有美国嘅科技企业有份协助中共添嘅，Cisco 啊呢啲去建立呢套咁样嘅防火墙制度。第二套就系头先我讲啦，苏联嗰诶、呃、俄罗斯嗰套咧系 more 系咩呢？ 向前嘅，唔係防衞性嘅大風向啦，製造輿論啦，你國家嘅民就將你進一步撕裂啦。選舉嗰陣時點樣 create issue 啦，包括上一次 Donald Trump 選舉，俄羅斯係有介入噶嘛？呢、這個好清楚嘅，點樣去抹黑呢個希拉里係嘛？所以我就話，當西方啲左膠仍然喺度玩呢個 identity politics，樂之不疲係嘛？講呢個性傾向歧視等等呢啲咁嘅嘢，樂之不疲嗰陣時。 佢哋自己嘅民主體制都不保啦，已經係，因為嗰隻 long arms 已經伸到去你屋企門口啦嘛，係 d i t y 緊影響緊你選邊個人啦嘛，但係佢哋唔信呢套嘢，認為冇事，認為冇事。好多當時嘅學者，包括一啲嘅傳媒人，將喺歐洲各地發生嘅事向 CIA 彙報，CIA 話：，誒呢啲人哋嘅發生嘅啫，我哋唔會發生嘅。講緊兩年前。 佢哋仲係咁嘅態度，包括五角大廈嘅呢個軍事情報人員，亦都係咁嘅態度。所以我就話嗰個滲透其實已經係滲透咗，包括台灣。我唔相信而家先滲透，包括香港係一早滲透咗噶啦。其實，如果唔係你數下香港過去呢大半年由二零二零年嘅七月之後所發生呢年幾嚟發生嘅嘢，再對比起喺白羅斯發生嘅嘢，係何其相似！ 係同一個 system 嚟嘅，我覺得嗰套嘢係，所以佢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地方咯。我就係話，哦，你以為喂香港咁遙遠同白俄羅斯唔會啩咁？錯，因為嗰個唔係盧卡申科伸隻手過嚟香港，而係中俄兩國一個惡棍聯盟共同合作所 develop 出嚟嘅一套惡棍嘅 skill 啊，呢套惡棍技術係可以轉移嘅。其實錢我頭先講過啦，俄女。 俄国天然气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呢啲所谓嘅帮你买石油、买俾天然、买天然气，唔惊俾人制裁。你冇嘅我俾你，你冇能源我俾你。非洲嗰啲国家得你俾人制裁冇钱起公路，我帮你起。不过你将个铜矿俾我，所以就叫做资源换项目啦。刚果就濑晒嘢啦，就系、是、资源换项目啦。于是成个里边咪变成大家觉得冇代价咯，冇成本咯。 而下一 round 係咩？嗰、那個鎮壓咪更加殘酷咯，更加快咯，因為佢已經知道我使乜驚你啊！你美國領事出聲又點啊？你睇 Burma 咪就係咁咯，係嘛？嗰啲軍頭，我判你昂山素基判你昂山素基入去坐咯。驚咩啊？你睇香港冇刑期嘅大佬初選案係咪？呢、這個同盧家新科去拉反對派有咩分別啊？仲喺度講法治？ 如果你咁嘅角度去睇嘅话，呢、這个咪就系镇压反对派嘅伎俩咯，无刑期、冇刑期嘅拘留咯。好啦，咁你话咁西方其实佢除咗美国呢个国家，你当佢反应慢啦，或者 Donald Trump 嗰阵时嘅喺外交上嘅呢、這个即系、就是、单边主义造成嘅结果啦。咁咁公司呢，咁样，咁我哋先休休息一阵，翻嚟又讲下俄罗斯反对派发生咩事，从而睇到喺呢个咁样嘅所谓恶棍阵营。 呢、这個嗱資源、技術跟住意識形態，做個簡單嘅總結。休息之前，就係、是、呢個陣營裏邊呢啲惡棍所提供到嘅 resources 係咩呢？第一意識形態就我頭先所講啦，一種論述，關於西方民主正在衰落，美國民主失控失序，製造矛誒貧富懸殊、種族矛盾。 而成種反西方、反人、反民主、反人權嘅意識形態其次已經建立。第二資源錢，令到所有鎮壓人民嘅獨裁者唔會因為國際制裁而經濟崩潰而倒台，呢、這個最重要。大家攬埋一齊一齊撐落去，一個國家撐唔到，其他國家撐你。以往冇發生過嘅，其實真係即係唔係基於意識形態陣營互撐。 系基于反西方而互撐。好啦，第三技術呢、这個先緊要。中國輸出嘅就係頭先數碼科技主義、數碼獨裁主義裏面嘅硬件。俄羅斯輸出嘅就係軟件。如何通過社交媒體、Twitter 鬼 a 坑虚 o 虛構嘅 KOL 散佈假新聞、製造矛盾分化？呢、这個喺香港亦都實施過，我覺得係用緊嘅其實。然後呢。 就係去喺政治上尋找呢個 window，然後咧去製造一個有利于獨裁者嘅一個政治嘅空間出嚟。呢三樣嘢都有啦。咁我就話美國唔係完全綁住個手俾人打嘅，但係點解美國會咁呢？就我禮拜一講呢個數據戰一樣啦。究竟佢嘅短處、佢嘅盲點啊、死門喺邊度呢？咁休息一陣先。 头先休息之前咧，就讲啊呢个啊恶棍合作社，咁就点样去组成一个类似公司组织嘅一个网络？咁咧系对付啊呢个西方社会啊，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所发展出嚟嘅一啲约束人类喺政治上边嘅一啲基本嘅道德行为，包括人权啊、人道啊、自由啊、民主啊等等，佢就反其道而行。本来咧独裁者咧以往咧都唔敢咁嚣张嘅。 咁但系正正因为而家咧组成呢个合作社之后咧互相升援，咁大家睇到啦，就系、是、只要够心狠手辣，然后够胆去镇压嘅话咧，就唔会怕嗰个后果啦。所以我话咧，佢对于嗰个后后来嗰个影响啊，其实系相当之恶劣嘅，即系话大家叫做有样学样啦，有样学样咧就变成系咩咧？就系、是、民主衰退啊！嗱，民主衰退唔系话咩美国党争啊呢啲咁嘅嘢，我成日都觉得。 華人對民主制度制度嘅認識呢，就係俾略四個字誤導，叫做選言與能。其實民主制度唔一定選出好嘅人，只不過選出唔好嘅人，你可以用一個最代價最少嘅方式去更換呢個領導，而唔需要流血。呢個就係民主嘅精神所在，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個背後一個所謂功利主義嘅假設。咁但係中共當然就係用一個短期獨裁所達至嘅效率啊呢方面呢。 就去啊，話俾世人聽。嗱，你睇下美國衰退佢嗰套唔掂噶啦，咁樣就樹起呢個惡棍同盟嘅意識形態之旗啦。但係淨係意識形態唔夠嘅，蘇聯嗰陣時靠咩呢？靠軍事軍事聯盟。但係呢個都唔得，因為軍事聯盟你就撐嗰啲國家，但係經濟唔得。於是咧就變成係咩呢？虛有其表，對外好似東德咁樣就常備陸軍三十萬，好巴閉啦咁樣。但係裏邊嘅經濟不堪一擊。 於是亦都冇辦法拉超過一百年，係嘛？幾十年就玩完啦。咁於是咧，除咗意識形態裏面嘅反西方其次之外咧，就引申出嚟嘅咧就係一個反干涉啦，尊重所謂每個國家嘅獨立發展呢，就係、是、喺中國的民主嘅白皮書裏面中共最近發表嘅呢篇嘢啦。咁亦都係喺國際組織裏面組織支持，就包括以中共為首。 控制呢個聯合國嘅人權理事會，糾集一班一帶一路嘅債仔流羅呢就提出呢個所謂不干涉主義。正正國際組織成立嘅原因就係干涉要係咪？竟然就係咁，所以點解美國佬話我唔玩啊？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人權理事會亦都係俾呢個惡棍合作社嘅流羅控制咗。咁仲有就係當然組織網絡上邊嘅 KOL 去宣揚一套美國民主撲街論啦。所以我哋見到。 佢嘅 b a d l i f e Matter s 啊，咩反亞裔歧視啊，全部都系有中共俄羅斯嘅網軍嘅手指模啦。咁除咗呢個意識形態旗幟啦，俾個圖大家睇下啦。咁啊畫咗呢個盧卡申科嘅樣喺度，一個冇著衫嘅皇帝。咁咧就三大系統撐住呢個白俄羅斯意識形態。頭先講過啦。第二個最重要係個頭殼頂嗰個就係咩啊？錢錢呢個系統就係咧。 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俄女、中石油等等呢啲，就系将嗰个首先佢嘅矿产好天然资源咧，就帮佢换成钱啊！咁就突破呢个西方嘅禁运，因为干涉主义后边就系制裁啊嘛。冇制裁嘅话，干涉主义系冇意思噶嘛。咁但系佢要破佢西方嘅制裁，就系我帮你买，佢唔买你啲石油，我帮你买；佢唔俾天然气运俾你法国嗰边，我我运俾你。呢、这个就系所谓嘅。 钱啦，跟住贷款、经济援助，最重要大陆提供基建援助同埋贸易，呢、這个就大家睇到伊朗、北韩可以同华为做生意、同中兴做生意嘅原因啦。咁呢个恶棍互助系统第三个，我觉得系最新嘅呢样嘢，這個、就系过去冷战时代冇嘅，就系、是、skill 嗰个 skill set 啊。头先讲過 FSB 嘅飞机降落喺呢个明斯克，然后。 国安、苏联、俄罗斯国安人员立刻埋位，帮呢个卢卡申科稳定局势、控制局面、镇压反对派。咁所以呢个呢，就系一个实际上系令到成个呢个西方嘅呢个制裁啊等等各方面，佢哋面临住一种诶冇、呃、办法去有效啊去揾到呢个嘅达到嗰个目的啊，因为正正就系能够。 制裁嘅，你都系要密封式去阻止呢个嘅，实际上阻止住呢啲嘅诶嗰啲贸易啊，诶、呃、呢、这个譬如武器啊，或者技术啊，譬如一啲嘅互联网技术啊、电脑啊等等输入啊嘛，所以我话孟晚舟我哋睇到噶，就点解孟晚舟嘅角色、华为嘅角色咁重要咧？就系、是、所谓突破封锁啊嘛。

大佬棍頭嚟噶嘛？係唔係都攞支 A.K. 四啊出出嚟掃射啲人唔掂嘅？普京話：喂，呢啲唔 work 嘅真係。呢、啊這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啊等等呢啲，土耳其埃尔多安啊，全部都係要咩咧？精准嗱、啊，普京嘅指導思想就係、是、大規模拘捕係唔得嘅，日日喺街頭嗰度機槍鎮壓又唔得嘅，樣太衰，太震撼啊！太震撼嘅話，個政治代價大到咧冇辦法去誒。呃 将佢应付得到啊，於是咧就係咩咧？就係、是、變咗係重點式啦。而重點式要精准，所謂 smart control 咧，就一定要配合中共而家呢啲嘅海康威视啦。咁啊，所以整咗個圖俾大家睇下啦，就係呢扎協助緊呢個誒獨裁者嘅公司啦，就係、是、海康威视啦，呢、这個雲從科技啦，呢、这個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啦，華為啦，中國電信啦，中石油啦，俄羅斯石油啦。 俄罗斯天然气啦，等等呢扎公司啦，仲有好多嘅。但系马杜罗、土耳其、埃尔多安、古巴、北韩呢啲就受助嘅啫，佢哋嘅有限系咪？始终以中俄为主，俄、哦、就系、是、呢个天然资源公司，中共就系科技公司，一啲 tech giants 科技巨人啦。咁另外呢，就喺、是、成个嘅咁样嘅呢、這个诶、呃、三大支柱啊，撑住呢个卢卡申科三大支柱就系、是、呢个图里边。

節節敗退嘅咧，咁樣咁我哋睇翻就係俄羅斯呢個反對派啊，呢個納亞爾尼嘅呢個誒遭遇，大家睇到啦。納亞爾尼何許人也？呢、這個阿 n a v a 納瓦尼就係咧俄羅斯反對派嘅領袖，咁咧就俾 FSB 就用毒毒殺就唔死得，咁就去德國醫病。咁因德國醫病期間咧就話佢違反換刑條件。 咁咧，於是就結果再最近就判咗佢三年幾，咁就坐兩年多呢，因為已經拘禁咗一年啦。咁啊，再坐多兩年幾咧，就應該可以出嚟。咁但係當時啊，就係今年嘅二零二一年嘅九月，俄羅斯大選裏面咧，咁咧就佢就整咗一個 smart vote，嗱，同香港好似嘅，我就係話，就係、是、聰明投票，用呢個選民配票嚟去打冧呢、這個誒、呃、俄羅斯嘅普京控制嘅俄羅斯嘅統一黨咁樣。 咁啊，呢个即系大要停嚟嘅，其实系俄罗斯大要停。咁、这、呢个 App 本身咧就喺呢个嘅苹果嘅手机里边嘅，诶 Google 都有。咁但系咧呢个喺最尾进入选举阶段最关键嘅时刻咧，俄罗斯通讯管理局就要求苹果同埋 Google 咧系将呢个 App 下架，而佢哋咧系向俄罗斯当局屈服。咁、这、呢个配票 App 咧，实际上系配票 App 嚟嘅，大家个 App 里边就睇到需要投策略性投边个人啊。 所以我就話，無論係喺呢個嘅誒反對陣營同埋鎮壓陣營咧，其實都好相似嘅。香港就係因為呢套嘅配票制度係打敗咗呢個建制派嘅，其實，所以佢對於泛民初選咁驚就係咁嘅原因啦。就係、是、出於喺俄羅斯所出現嘅一種恐懼。咁於是咧，呢、这個 Google 同埋蘋果最終就話要遵守當地法例，就竟然跪低。 咁所以咧，呢個納瓦以尼同埋呢個日丹諾夫，即係呢個佢嘅盟友啊，都公開批評你呢個美國嘅科技公司向俄羅斯當局屈服嘅。咁嗱，好簡單就係、是、佢可以喺你嘅陣營嗰度，喺你的國家用用假 a c c KOL 啊、假嘅俄羅斯 KOL 身份扮成美國人啊，宣揚呢個希拉里係戀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佢就可以暢通無阻。然後你嘅科技公司。 去到佢哋嘅國家嗰陣時呢，所有民主、人權、自由、資訊、自由，咩 level playing field 冇晒，佢話 ban 就 ban，係嘛？但係統一黨嘅就可以繼續存在。咁呢個就係俄羅斯反對派立亞以嚟嘅其中對美國科技公司嘅指控嚟嘅。其實，咁但係即係話，西方社會裏面對於而家呢個所謂惡棍合作社呢，係冇一套嘅應對方法。我覺得暫時嚟講冇一套應對方法。 佢點解咁難應對？因為佢係唔係一個 block 啊嘛，我就係話佢唔係一個集團嚟噶嘛，佢係一套嘅資源嘅 network，即係話喂，你委內瑞拉石油唔掂，你賣俾中石油咯，咁樣中石油唔買，我咪揾間華信能源嚟買咯，唔想出面嘅話，係嘛？孟晚舟咪整間空殼公司喺香港，然後同呢個誒伊朗做 HP 嘅生意咯，賣 HP 電腦俾佢咯，咁啊。咁美國咧亦都係對於呢啲嘢嘅制裁去到差唔多近呢兩年啦。 先至偏方出嚟啫嘛，我一路喺佢眼皮下進行噶。其實包括何志平喺呢個紐約聯合國總部行會，佢都喺佢眼皮下進行噶，係嘛？咁大家就當冇件事發生。咁另外最重要就變成佢嘅牆壁啦，我就係話中共嘅牆壁。譬如好簡單，維族人佢就利用到咩呢？因為呢個惡棍合作社裏邊，土耳其獨裁者埃尔多安就合作社嘅一員。好啦，五萬個流亡喺呢、这個。 土耳其嘅维族人就变成系土耳其同习近平交心嘅头名撞咯，就系、是、所谓以恐怖分子遣返去塔吉克，话就话实际上由塔吉克再夹咗翻去大陆啦，发生啊呢个土耳其送终啊，所以你见到土耳其点解就呢个维族人迫害唔出声咁低调呢？喂，实际上系佢哋嘅同种族啊，其实系同唔单止宗教啊。 伊斯兰教啊，甚至系同种族嘅人嚟嘅，特厥维族人系同一个系谱出嚟噶嘛？唔出声，呢、那个奥斯尔阿仙奴球星出声，俾阿仙奴卖走埋，翻翻去土耳其啊踢费伦巴字。好啦，到而家呢个波士顿赛尔特人嘅土耳其球星简特出声，系嘛？就亦都俾埃尔多安 DQ 咗佢嘅护照啦。所以我就话。 點解能夠中共嘅長臂可以伸出去呢？就係、是、因為啊，土耳其係需要中共嘅協助，佢亦都一樣啦，就係、是、支持呢個阿塞拜疆進攻呢個亞美尼亞啦。嗱，所以我就話咧，你睇到同白羅斯喺度搞事係一模一樣嘅，喺地緣政治裏邊就製造緊張局面，包括習近平同樣手法就係製造台海嘅危機啦，台海局勢嘅危機。 呢個喺誒非洲埃塞俄比亞，亦都係一樣啦。就係、是、呢個而家俾呢個嘅誒、呃、叛軍誒、呃、一路受叛軍嘅壓力嘅埃塞俄比亞政府，就揾另外隔離呢個國家特納里亞，就派兵入嚟幫拖啦。所以呢啲地緣政治裏邊嘅嘢咧，係唔會和平嘅。坦白講，正正係因為这些恶军联呢啲惡棍聯盟咧。 系需要不断用呢种地缘政治嘅危机去帮佢 make noise 之余，仲要逼西方妥协。嗱，好简单，土耳其政策对土耳其政策最关键嘅其实唔系美国，系德国。但系默克尔政府系对土耳其系多方包容啊，对埃尔多安呢、这个亦都系导致到土耳其可以继续系成为一个山寨王嘅原因嚟嘅。嗱，如果你话喂。 頭先我講西方科技公司好多時就要為咗生意而去接受呢啲獨裁國家嘅規限，你見到呢個俄羅斯反對派立馬以嚟嘅呢個聰明投票 App 要下架，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啦，包括我哋最簡單咧，我哋嘅黃標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啦。啊，表面就話遵守當地法律，實際上中間嘅俾佢遊走嘅空間相當之大。 根本上就系甚至一啲好透明度好低嘅嘢嚟嘅。呢啲监控审查嘅嘢，美国科技公司我讲紧喺一啲独裁国家里边协助独裁者进行监控嘅嘢。嗱，咁你要进入个市场，你就必然同魔鬼交易噶。因为个魔鬼讲到明，你入嚟我市场就要俾我 visit 你啲 data 啊嘛。咁你咪数据库咪要摆喺度咯。咁所以话美国科技公司讲个 mission statement 梗系讲得好劲啦，但系喺商业世界里边嘅实践呢，就全部都系要同魔鬼交易嘅。 咁呢個亦都係中共嘅優勢，因為我嘅市場十四億人，十四億三千萬人，你要唔要啊？咁好啦，錢、技術、意識形態組成咗一個嘅網絡，一個資源網絡，令到兩個大佬，俄羅斯、中共係冇腦嘅，我覺得中共有技術執行，但係腦袋頭先所講用黑客啊，用 KOL 啊，克里米亞戰法啊，蘇爾科夫嘅論述戰等等呢啲嘢呢。 就係俄羅斯嘅強項，所以佢哋嘅有 propaganda 嘅 professional 啦，有俄羅斯嘅 FSB 啦，國家安全部門嘅人員啦，裏邊有軍事顧問啦，裏邊有暗殺隊啦，裏邊有呢個用化武嘅呢個專家啦等等，咁然後再加埋就係一個金融複雜嘅地下金融系統啦，所以我話佢惡棍合作社就係咁嘅原因啦。於是孟晚舟如果 當時華為唔係美國佬要喐佢嘅話，佢利用香港係嘛？最終係匯豐督佢灰啊嘛？匯豐知唔知情呢？如果美國佬唔喐，匯豐咪唔出聲咯。呢、这個所謂嘅地下金融就係、是、咁咯。好啦，跟住另外就係名正言順去你美國紐約上市添，用你美國公務員嘅退休金嘅嘅美元支持佢哋喺全世界去進行監控輸出數碼獨裁主義。你話呢盤生意？ 系咪實賺冇蝕呢？所以我話美國仲係瞓緊覺，就係咁嘅原因啦。唔單止喺數據戰裏邊瞓緊覺，包括呢啲喺美國嘅上市公司嘅監管，呢、這個審計嘅要求，係兩年前、三年前都提出，到而家好多都未執行。點解啊？利益太大。滴滴出行由呢個紐約退市，已經大陸佬講到明，我唔需要你華爾街嘅資本嘅幫助，但係仲係。 继续喺度流住口水喺度，舐喺度舐舐共啊！希望可以仲继续舐落去。所以美国系一个好虚伪嘅国家嚟嘅，我觉得两种虚伪。第一种左教，左教嘅虚伪性系咩呢？就系、是、制造一种讨厌自己美国历史嘅一种氛围，去讨厌自己，令到下一代嘅美国人去丧失咗喺一个国际社会里边承担责任，去敢于去面对呢啲嘅。 獨裁、邪惡同埋呢啲惡棍嘅霸權，美國其實曾幾何時係一個咁樣嘅美國人嘅性格，其實係咁樣嘅清教徒嘅性格，見到唔公平嘅嘢係要出聲，係要改變同埋要干涉啊嘛，而唔係總容。縱容呢啲作惡棍喺度作惡。第二，但係就如果喺左交眼中就為之帝國主義啦，一路抨擊美國就係呢啲為之帝國主義啦。香港總有總有呢啲反美左交嘅，又係反到上腦嘅。

但系呢种咁样嘅情况喺北美洲而家正正在经历紧啊呢种病啊左交病，同样时间就系遇上头先所讲啦，中共不断利用左交嘅论述去作为佢哋去渗透你嘅国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同时系咩呢？就系、是、佢主动走去分化你，用社交媒体去分化你，然后去挑动矛盾，去扩大伤口嘛。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好复杂嘅一个。 一个情况嚟噶，你唔知道嗰个人 Edward Wilson Edward 系系假人嚟嘅，根本系瑞士政府一早讲咗冇呢个人噶啦，但系总有大量嘅人继续 follow 转发，盲无啊讲紧系嘛，甚至影响埋你嘅选举咯。好啦，呢、這个恶棍联盟系咪可冇得搞呢？我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呢样嘢，香港人可以点做呢？咁嗱，分析咗咁多之后，我觉得佢几样嘢系香港人系有个角色喺度。第一。 就係你要記住，當我哋移居咗去一個新嘅國家，我哋就係一個國家嘅國民。其實我哋有責任係為咗自己國家嘅呢啲就係真係 national security 嘅嘢啦，去將嗰樣嘢揭揭露出嚟。大家好多時係抱住一種事不關己。譬如喺加拿大裏面，呢、这個中共對於華文媒體嘅滲透，其實係要向當地有好多方法㗎。當地嘅通信管理局啊，等等呢啲全部有監察組織嘅人哋。 系咪？如果你系有国家嘅一啲偏颇嘅新闻报道，甚至系有手指模俾人捉到啦，呢个大镬嘅钉牌嘅，其实会即系唔好放弃喺西方一个比较文明开放嘅制度里边嘅监察系统，对呢啲所谓嘅外国渗透，澳洲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嘅改变嚟嘅。当《Silence Invasion》嗰本书一出之后，冇出版社同佢出，搞到搞到美澳洲国会要介入。 系咁嘅地步，Silence Invasion 就係講中共在澳洲的滲透，由黃向墨點樣捐錢俾工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加拿大都有嘅就係、是《熊貓的利爪》啊嘛，《Paul of the Panda》啊嘛，裏邊大部分嘅一個 Toronto Star 嘅記者所寫嘅一本書，裏邊大部分嘅資料來源係嚟自加拿大國家安全部門。正正就因為加拿大嘅主流政客唔重視呢啲咁嘅嘢，美國、英國，我覺得同樣需要。 首先，第一個層次就係、是、要將呢啲嘢講出嚟，影響到當地嘅主流社會。第二步係咩呢？第二步就係、是，亦都要去做一種嘅論述戰。我覺得呢、這個論述戰就係要話俾全世界聽。喺加拿大嘅選舉之後，我哋我自己啦，同啲朋友都反省過。 就系嗰个论述战失败，太太过 reactive 同埋 defensive，即系人哋话你反华嗰阵时，要一定要好清楚，有一种清晰嘅论述。中华文化不是共产党，共产党不代表中华文化，佢调翻转佢系毁坏中华文化嘅一个 agent 嚟嘅。而家系 h i j a c k 咗成个民族同埋文化，由佢去代表呢、這个伟大嘅呢、這个所谓日耳曼民族一样啫嘛，系咪同同埃尔多安一样啫嘛？ 呢個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嘅偉大復興，或者普京代表嘅俄羅斯帝國嘅偉大復興一樣啫嘛，一定係傳統保守主義者格，俄羅斯咪東正教咯，埃爾多安咪復活呢、这個嘅將呢個咩啊，蘇 i a 即係呢個藍色清真寺，而家正式改翻做一個伊斯蘭教嘅廟啊嘛，佢自己親自舊最近嘅事嚟噶，親自帶帶住啲教長入去做呢個儀式噶嘛，做呢個宗教儀式噶嘛。 咁係傳統主義者、半傳統主義者嚟噶，而家中共都係噶，但佢唔記得喎。喂，大佬，孔子係被打倒在地上噶喎，呢啲歷史佢就唯有禁止討論黨史啦，因為佢太多啲漏洞喺裏面。咁所以，我覺得喺呢、這個誒、呃，除咗去將呢只无形之手啊，所謂一個即係、就、即、是、係 silence invasion 喺主流社會揭發之外咧，第二樣我覺得係咩咧？就係、是、要將喺論述層次用翻佢嗰個方法啦。 正正就系因为佢将中华民族嘅荣辱等于共产党嘅荣辱啊嘛，实际上点会系呢？系咪？任何一个执政党，等于美国国家强唔强大，同美国嘅共和党强唔强大系冇必然关系嘅，根本系系嘛？所以我就话呢、這个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嘅问题。喺海外需要拆解呢样嘢，批评共产党不等反共不等于反华，批评共产党不等于呢个种族歧视。 要破除呢個心理嘅障礙。第二，就要等到中共佢哋好多行為本身唔係種族嘅原因嘅，其實係任何種族做呢樣嘢都大家都不能接受。譬如竊取科技，你點可能容許加拿大嘅公司係可以俾人去竊取科技嘅呢？係咪？例如任何一個國家都唔應該容許㗎呢啲嘢，唔係話因為你中國人特別要優待你，俾你竊取科技㗎嘛？第二就係咩呢？ 對自己企業嘅監管，每一個國家嘅國民本身，包括某啲國家舉辦嘅一啲活動，你自己应唔應該企業贊助？如果呢啲企業繼續贊助，係咪要發起消費者嘅杯葛行動？嗱，呢個我覺得喺過去嚟講，喺西方消費者嘅成熟嘅消費社會裏面，咧，係經常出現嘅，包括係一啲協助獨裁者去執行呢啲數碼監控嘅美國科技公司。 如果政府唔去 discipline 佢哋，係咪要由啲消費者去去對付佢哋呢？如果唔係佢，咪變成係一方面你就係賺緊呢個西方世界自由社會嘅錢，另一方面你就出賣呢個自由嘅價值，然後向呢個獨裁嘅政權為咗賺獨裁社市場嘅錢而喺獨裁政權跪低咯。你睇俄羅斯、納马以嚟嘅 Apps 最後尾落架，咪就係咁嘅原因咯，冇任何解釋嘅噃。只不過哦，因為要遵守當地法律咁嘅話，如果當地法律， 要你公开,香港边啲人嘅电油,咁你咪咪会做呢? 我想问。要查清咗佢微斯嗰边啲Facebook,咁你咪咪会做呢? 係咪?要符合当地法律, ô吓? 咁就就话去到几元呢?呢个。呢个绝对需要讨论,我觉得。因为嗰樣嘢已经系等于空气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用,这个,这个, 咁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就係國際社會本身。頭先我講過，佢哋呢個惡棍同盟點樣突破制裁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組成一個惡棍秩序。呢、這個惡棍秩序係有佢自己嘅金融系統，包括有一啲西方嘅銀行現窩落去嘅。Hong Kong Bank 就係其中一個。我相信大家好多都會震驚，如果係，但係如果唔係，點會喺呢個同伊朗嘅貿易裏面？而只用孟晚舟嘅係？ 抗抗病于是大家就会见到好多呢啲嘅科技嘅转移，由中共去摄取西方嘅科技，变成产品之后再转移去其他嘅独裁国家，去提供呢个服务俾佢哋。咁你如果系系咪应该断咗佢嘅开始呢？系咪某啲技术系唔可以去转移嘅呢？甚至唔可以通过香港嘅专上学院再转移去大陆嘅呢？ 如果唔系喺呢场咁嘅角力，等于星期一我所讲嘅数据战里边，必输无疑。点解呢？我就系话你对土耳其嘅政策喺德国同法国已经有明显嘅分歧。喺白俄罗斯嘅反对派出走之后，呢、這个呢位女士好成功游说咗呢个默克尔同马克龙，但系好明显佢哋喺对白罗白俄罗斯嘅外交制裁里边。 仍然系软弱无力，系咪？包括委内瑞拉嘅马杜罗亦都系一样有恃无恐。如果西方嘅世界喺呢啲问题里边太多漏洞俾人转空子嘅话，呢啲国际组织亦都冇咗制裁嘅能力。你见到伊朗系咪？当呢个恶棍阵营，你数到嘅即系等于你数啦，数晒所有。 支持香港国安法嗰啲国家咪恶棍阵营咯？呢、這个恶棍阵营里边去收紧佢哋嘅援助，出卖紧国家嘅资源，去换取呢啲援助项目部分落咗自己袋，令到自己可以永远掌权，然后家族发达呢种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会输去全世界。呢、這个唔系乜嘢意识形态呢、這个系人类最原始去获取政权嘅欲望嘅野心嚟嘅啫。其实攞到权。 做乜嘢啊？權之後咪就係錢啦，使乜諗咁多嘅啫？係嘛？使乜咩意識形態啫？冇意識形態可言嘅而家，全部都係一個雕嚟嘅啫。但係佢哋已經係互通聲氣，將西方嘅干涉主義全部將佢消解。如果冇咗呢一種嘅決心嘅話，我買你問我買咩呢？我買呢個惡棍陣營喺二零二二年。 就会更进一步喺几个地区嘅地缘政治里边，第一台湾台海问题、台湾问题，正如我头先讲过，呢种佢哋互相学习嘅恶棍合作社，不外乎咗几个技术：，第一挑起地缘冲突，制造事端，然后彰显佢哋自己地缘嘅影响力，从而令到国际对佢哋嘅制裁，买佢哋怕。 呢個係第一個方法，一定會挑起地緣紛爭。第二個方法就係、是、對於貿易制裁好，其他嘅科技轉移制裁好，全部轉空置。如果西方社會繼續喺佢哋眼皮底下容許呢啲科技企業去轉移技術，然後去幫助呢啲數碼獨裁主義輸出嘅話，西方民主嘅吸引力慢慢已經衰退緊啊！其實佢再進一步話俾你聽。 西方冇用嘅，解決唔到問題。我呢套解決到，佢而家就 sell 呢樣嘢啊嘛。以往獨裁者佢好少 sell 一個 solution 嘅，其實係，但係而家唔係。中共嘅無恥程度係好犀利，我覺得佢係包裝到係一個 China solution，然後去輸出啊嘛。以前就輸出毛澤東嘅革命，輸出毛语露。而家唔係啦，而家係 China solution。你要智能身份證，我有公司幫你整。你要全國嘅呢個監控鏡頭、大數據、人面識別，即刻摷出呢啲反對派嘅活動。 嘅实名制电话网络，委内瑞拉咪就系咁，委内瑞拉国营嘅电信公司咪就系、是、中共协助帮佢监控嘅咯，随时断网嘅咯，呢啲就系所谓嘅喺技术上面嘅支援。你民主你同佢点样竞争？我想话民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民主系容许混乱嘅，其实冇人承诺过民主一定会带来效率，但系佢会令到所有出嚟嘅政策。 系有一个嘅稳定性喺度，亦都系大家有个共共，即系有,有个嘅共识，或者系一个叫做信任，一个 rule by trust 嘅一个社会。个人民精神系唔同，但系呢啲好抽象。对于好多人嚟讲，佢关心嘅就系我用唔用到最新嘅手提电话、平价嘅中国产嘅电子产品呢啲咁嘅嘢，系咪？究竟政治开唔开放与我何干？ 最緊要我消費到，我繼續上到去睇呢個 TikTok 玩玩呢個嘅抖音，所以我話喺咁樣嘅話，惡棍佢唔係 defensive，而家最大嘅分別就係、是、呢個惡棍合作社係主動出擊啊嘛！如果唔係香港，分分去最開始我所講夏寶龍嗰番说話，正正就係話俾大家聽，香港呢一次咁樣嘅閩角式嘅選舉，就係、是、要話俾全世界聽，西方式民主係唔 work 嘅。 中式民主先 work 嘅，所以佢先至用咁大嘅力度逼泛民参选，逼香港人投票啊嘛。两个礼拜前我咪讲，咯，今场嘅选举系一个公投就系咁嘅原因，个投票率就系一个公投嚟嘅啦。我相信香港人看在眼里，系睇到嘅，我觉得亦都知道会点做。呢、這个恶棍联盟喺二零二二年。

亦都係同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呢係相關嘅，完全相關嘅。系統咁樣分析喺唔同國家裏邊出現以中俄為首嘅呢股妖風，究竟係咪一個嘅不可挽回嘅敗局呢？咁未到，我覺得。但係如果對呢個問題嘅認識，起碼最最低限度要認識到呢個危在旦夕嘅危機。如果唔係嘅話，呢、這個大敗局。 其實已經形成，其實已經形成嘅啦。其實唔係危言耸聽。如果仲係沉迷喺一啲嘅所謂自己嘅國民裏邊一種 identity politics 啊，呢個性傾向歧視，即係我唔係話嗰啲問題唔重要，只不過唔可以淨係關心嗰啲問題。如果唔係嘅話，呢股妖風咁樣一吹落去嘅話咧，更加多呢啲嘅，因為始終係人性嚟嘅，掌權嘅唔想交權。 掌權嘅將將權換做金錢利益係人性嚟嘅，咁呢套妖風嘅吸引力就會越嚟越大，越刮越犀利嘅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咁跟住落嚟嘅下個禮拜星期一同星期三呢，我就話一路到十二月，整個十二月嘅三不館同埋呢個星期三廣場呢，都係會即係、就是、類似呢類題目，比較宏觀少少去睇二零二二年嘅一啲嘅。 無論喺國際關係啦、地緣政治啦、誒社會危機啦、政治危機啦等等，就唔係做燈神啦，因為燈神就五大趨勢咁啊講完嘅啦。其實二十分鐘，咁我就希望係用四個禮拜，每個禮拜兩集八集去講我對二零二二年嘅睇法結論，大家都會知道嘅啦。其實我嘅睇法其實係幾悲觀嘅。其實下個禮拜啊，唔係星期。啊 嗯，碧梁伟昌，再同大家见面，拜拜。